如果运动旧伤的话，比较明显。这里还是这里？这里这边是一个痛点，没有，这边这边。干什么？OK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把握机会哦，把握难得机会哦。我这个筋骨是什么筋骨？你是怎么解决的？那现在应该改善很多了吗？差蛮多的，那我帮你剩下很多 SPA 吗？你说我怕我吃不了多久？先收一个小时半。啊 ，OK 啊。啊，感觉一下。啊。最重要是要什么保健？SPA 的钱，给他啊。好的，我帮他省下的 SPA 的钱。不行哎，他的 SPA 都要先预付的。预付了。我要当天晚先出去才能使用。